可能不觉得苏打水里头的气泡是辣的，但你的身体呢，恐怕就是这么想的。根据南加大最新的研究指出，虽然程度不同，不过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与芥末还有制造芥末的原料一样，会刺激你鼻腔中的痛觉神经。南加大资深研究员艾米丽·里曼在《神经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她说碳酸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化学反应，使物质变酸，也使物质燃烧。这项研究认为，喝苏打水喝得太快的时候，碳酸会引起刺痛感，对喉咙有害。目前担任南加大神经生物学副教授的艾米丽·里曼说，喝下苏打水引起的烧灼感是来自于鼻子和嘴巴中的皮肤神经系统对疼痛、温度和压力的反应。但目前还不知道，当我们喝碳酸饮料时，是神经系统中的哪些细胞会感受到这种痛觉。研究人员将碳酸盐水通过鼻子和嘴巴里的神经细胞丛，发现碳酸气体只会刺激特定类型的细胞。这些对碳酸水产生反应的细胞和对芥末产生反应的细胞是一样的。这些含有 TRPA1 基因的细胞，它们的功能是感应痛觉。经过基因改造，缺少 TRPA1 基因而没有痛觉反应的小老鼠，在实验中对碳酸水引起的刺激也没有反应。碳酸饮料真的非常的好喝，那喝一罐呢，可能让你觉得哇神清气爽，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看了这个 package 知道，碳酸饮料与芥末还有辣根同样会引起痛觉耶。可是这个听起来这个研究是有点不一样，可是如果说天天喝碳酸饮料痛觉神经减低了，那不是变得很耐吗？男人变成说很耐打啊，很耐操，这样没什么痛觉，不怕痛了，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李曼博士他有引用另外一项1885年的这个研究哦，是说为什么里头要碳酸饮料头要加碳酸呢？那是因为呢，有人说碳酸可以抑制水中细菌的生长，也不知道是不是可靠。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更有意思呢，有人说这个喝碳酸饮料是男人气概的表现，有想觉得呢？其实不一定，很多其实有些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喝碳酸饮料，有些人喜欢喝就是一般的水而已。不过还是有人喜欢喝那种有气泡式饮料，因为喝下去，尤其在热的天气喝下去的时候，感觉会很凉爽，真的是比一般的饮料好喝很多。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喝完了之后，打一个嗝，你觉得这个完全的都释放出去了。不过呢，碳酸饮料为什么好喝，现在还是一个谜。这个南加大的研究呢，也只是许多说法中的其中一种。其实，在圣地亚哥大学也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它是说碳酸饮料里头的这个气泡不是痛觉，是酸味，所以见仁见智喽。酸味怎么会酸味跟痛觉又扯上关系？其实真的是跟每一家的配料成分应该有差别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些人认为说，好，那既然我碳酸饮料不好的话，我把气泡打进水里面，我喝气泡水，这样子总可以吧？就不会有任何其他伤害身体的影响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其实我倒是发现，有的时候我要是吃了这个辣的食物之后，再喝这种碳酸饮料，我会觉得更加辣，辣上加辣。其实那个永祥主播刚刚说气泡就是碳酸，碳酸就是气泡，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气泡是碳酸造成的。不管怎么样的结果呢，可能碳酸经过研究结果显示，碳酸水还是少喝点，对身体还是可能比较好吧。好的，我们带您来关心天气还有交通状况。